眼睛多，看东西才会更加清楚。我在想一个问题，那这个杰斯我到底要不要带多兰剑呢？还是多兰盾？我仔细的想一下啊，带多兰盾，不是我怂，而是这样的话呢，我们有更多的血去跟他耗。多兰剑的剑魔吧，跟人耗血太费劲了。是不是声有点小？游戏的声，给它大点。全军出击！一段 Q， 二段 Q， 扎一刀，三段 Q， 跟他打没事。扎一刀，走位。他老丢视野，在这草丛里边。不要站这里啊，他一定会往里 Q， 往下点。你看我说啥来着？打了他两瓶药。我一玩这个剑魔吧，我就想到了跟我五五开的那个人，然后我就老想补刀补好，就没太多时间去耗血，感觉。回家了，不打他，直接小兵打他，直接扎一刀接点烟让他死。什么打野？对面螳螂打野，把药吃了。没事，追不上，没减速。亮个牌儿，回家。怎么死了呢？俺们家一共就一个人死了，就是你，丢不丢人？你说，谁死啊？今天谁就是最菜的。一段扣扎住，二段扣，三段扣。哎呦，
超了。我们家死的有点多，一下干死了四个人啊。丢人不丢人丢人也不能是闪过了第二个 Q 啊，不是，我跟你们说第二个 Q 明显是打不着，但是闪现呢就是外圈也打不着，我主要是想进他身，第三段 Q 我打得着就行了，少了一点伤害。那不是打野来了吗？而这里这没有视野，我没寻思这个螳螂能在这儿待这么长时间。没有达不能到这一波，就插个眼儿去。等五秒，死了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可以跟他干，吃个药，链住他，漂亮，红给他打了。哎，我一技能也能刷新被动是吧？当亚托克斯用一次技能或普攻命中一名敌方英雄或野怪啊，不行，你得命中了他。那我一我这是咋命中？不行，只能 Q 和 W。不能，一技能不能刷新，没有用。我刚才看好像我一技能把被动给刷新了，但是是错觉。螳螂没来，这波他在下路，不知道这个杰斯干嘛去了。故意二连扎一刀 W 就死了，还有 E 啊，等他放换炮，一段抠二段抠扎一刀，他只要换炮他就死，这一波他换锤我们就不上了。够细吧，我发现我不细点真是不行了。螳螂在下路，这波有炮车，不推了，走了。
差点钱的不推。哎呀，没办法，虽然我们啊非常的细，都被杀一刀打不住，耗点盐没用，他打不过。一段出，二段出一。他已经上头了，现在我猜，我不猜，给你放着八百来血，刚好再见，拜拜。哟，没帅起来啊、哦、没帅起来，回家。不得，这波我杀他。到这个位置就可以杀了。哎呀，算了，我回家吧。算了，我不回家吧。我有什么好回家的呢？我回家了，出来不也还是杀他们一样的？这波让他往炮，往草丛里边打炮。哎呦，还能不能中一个了？能杀不？死！我操！我刀都抬出来了，我刀我刚抬出来呀，我这刀刚抬出来，哎呀，玩个卵呢！我这刀刚刚要抬出来，气死我了！哎呀，小亏，小亏，小亏。来个二速牌吧。不能放三段 Q， 放三段 Q 不给自己控制了吗？我三段 Q 放了不给自己控住了吗？你想想，那三段 Q 能放吗？他一直跑。你大爷的，还拆我的塔皮，我不打死你。哦，还可以接受。死不了。没想到吧？哼，我都没想到这波我能双杀。你能想到吗？你跟我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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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扎。不行，打不了了。哦，还是有点笨。你们剑魔这个英雄没捡CD还是有点笨。太笨了。扫一下上塔呗，
走一下上塔呗，走一下上塔呗。哎，我们去下路啊，这一次。剑圣在。我后悔了，我应该让他回家的。不，你守个塔总守得住吧？几个人呢？我干他来！哎呦我操！这俩人有点厉害。打工仔。跟我来，可以上。这回你俩还有没有傻子了？可以追，我带加速的。剑魔大招是杀完一个人会加速吗？感觉好像有移动速度加成，是不是？勾得着吗？算了，勾不到拉倒。不追他没事儿。其实这个螳螂应该把命交在这儿，其实走了。哎，不打了不打了不打了，干什么呀，快走，没杀了就算了，我就想试试能不能给他杀了，杀不了就拉倒。干什么呀，这是，这都是要干什么？兄弟，咱这死亡之舞不是白出的。跟我来了一首上野联动。我是湮灭，我是破坏。现在这剑魔这个被动啊，你不知道他啥时候有，他扎一刀，突然之间扎一刀。回血就回上来，死了几个，死了俩。嗯，能打。哎我操，这么能跑的。这奶妈太讨厌了，谁能把这奶妈给杀了，把他给我杀了，太烦人了，而且跑得老快了，他们俩怎么回事儿？怎么这么能跑啊，我的天哪，我就怎么追也追不上，就是个笨逼，怎么追也追不上。勾红啊，勾啥呢，我就发现俺们在这锤石啊，人家在那中间，他就往左边右边勾，好几回了。我的奶妈杀了，快快快快快，就杀他！他们的挽歌应该唱我的名字。哎，打死不漂亮，我马上到，都割过来，不杀奶妈，奶妈不杀每一个打。
不死人，怎么回事啊？ AOE 其实打的挺足了已经。不过队友收割了也行吧，我这球女到底要干啥呀？见着人第一时间不是先跑是先干是吧？给我杀！哎，奥巴马，没有对影啊！我操！这边快螳螂叉叉收割上来吗？哎，漂亮，全收漂亮，养了我一波五杀。这怎么给你这盾打出来了呢？太骚，你要干啥呀？你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呢？你要干什么？这么膨胀吗？两管血要杀 AP， 你一共就俩球，人家六七个球，你怎么跟他玩？打大龙来，哎，可以打，救！在干什么？你在，我扎死你！靠他娘的，又没死，这差一身血，又老差一身血。一点伤害都没有吗？兄弟们，走吧！就这伤害还杀人呢，我的天，可拉倒，我都不够丢人的。我操，红 buff 为什么会有个眼儿？那妖精一点伤害也没有，杀八个也是白杀，就全靠剑圣。哦，漂亮！哎，再收一个，漂亮！你瞅那妖精，不知道跟他干啥呢？有大啊，这妖精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不放大。
可怜我呀，从巴萨以后再也没拿过银头啊，一直死啊，一顿死啊。哎呀，可怜的我呀，那螳螂吃错药了吗？你还能跑了呀？能打？这把就剑圣有点用，我说实话，别人一点用都没有。这卡莎虽然说是他收割啊，其实他早就应该收割。嗯，护链他，哎，换一个，四个打一个还被反杀，会不会玩儿？中推，得拆，不拆我们有点亏呀。人儿呢？咋走了呢？早说呀！你不来，你不来，你不早说，你说。吓死我了，我觉得我可以来个这个，这样我跑的可以快一点，稍微移动速度有一点小慢。没见过剑魔出这玩意儿的吧？新潮出装啊！我决定引领新的潮流。我羊角给你锤死，不是我不捡灯笼。哎呦，我这什么伤害？不是我不捡灯笼，刚才我没看见，没瞅着。没瞅着，我当我走到一半的时候，我才发现呢，还有个灯笼，漂亮！哎呀，不禁夸呀！我一度怀疑我们家的妖精是不是不会放大。没事，给他们个高地，一顿花里胡哨，然后死了。过分了啊！开始，全给我死！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了。我德赛附体的猴，给我出山！能不能中推？
咱也不知道这唐能为啥老要跳脸。来人了，对面拆完这波走。走。对面那个球女啊打我有点疼，我决定出一个春哥。好，随时死了没事，让他死。大 ADC 好一个，二段 QE A 一下，一段 Q 能一波不？算了，打大龙吧。我感觉你们几个应该能打，我去中推，你们打大龙好吧？我们平均分配。对下不推中。下路有兵线，中路这兵超级兵比较烦。没事，有问题。我要他没有用，我要他一点用都没有，这蓝 buff。算了，我拿了。哇，剑圣死了，那也没啥事儿，其实他死不死也就那个样了。吓我一跳，我看错了，我以为对面杰斯十级呢，我这怎么回事？你打吧，没事。下路几个人，俩呗。真鸡巴猛，三个人。别上了，别上了，走吧。妖精别死啊！哎，还行，可以接受。我寻思怎么的，不就俩人呗，给我整出来仨，你给我砍死这个来吗？追，砍死他！哇，这什么一刀斩？死就死吧，我死不死其实也就那么回事，中推可以。这把打了一百个头啊，一百个。
走吧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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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把春哥给我整没了，哎呀！看剑圣什么装备？无尽电刀加攻击力，无尽电刀，战士和破败，整了个振奋。他换个春哥就好一点。他要是这么玩，他就不应该出破败，他就应该出饮血剑。你在干什么啊？你很骚啊！我发现你很喜欢骚是吧？来 ，Q 闪扎一刀 ，W 住，往后拉，别着急 ，Q E 一段，杀奶妈二段，我死了，没事，剑圣来了，全死，唰唰唰，打杰斯，唰唰。随时死了，这还闪现，你要闪泉水里就行，你要不闪泉水里你就死了吧，我又死了。